这条阁未完。哪个人还无300块啦？两份了好啦，才两份的好啦。这阵伊免抬三对啦，这一份好啦。好好好。还是两份好啦，老板你的几只啦？才300块啦。来啊，谁？早安。拿到了吗？什么时候要邀请我去丰年祭？丰年祭，刚去花莲回来。丰年祭。好，就我。我想问你有从基隆出发吗？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，但是活虾你不用担心，还很多。他今天虾子带太多了。弟弟，弟弟，最后一碗。好吗？来，什么东西？我400块。啊，这个先给我点，300块我来。好，前面一个，后面一个来，300块我来。哎，300块我来，好来。啊，不食白带鱼爱讲哦来，啊，搁毛香鱼嘞。啊，这个人还无300块嘞，啊，头前两个好来。是不是？你妈搁霸鱼啊？对啊，会捐的捐，今天是这个捐没错。昨天大战之后，应该让人家捐了不少了。我个人不食我鱼的无，
人家觉得。来这五尾吼，来这六尾、七尾，来这八只骨荷包，老板食看我鱼的无？五仔鱼、看我鱼，五百，五人来吼，好来。来鱼肚600块了吼，这一包600来多来。来个最后一包红豆加块的，那你也要？这无啊，这全部还无啊，都订过鱼肚，老四百。鱼肚，鱼肚才有。无啊，无鱼肚啊，然后无啊，无啊。没有了。每对有啊，每对有。花枝，每对会五包。有人要花枝。花枝要买一圈啊。每对先买。每对头前要低，头前要低。五百块，哎，落嘞。哎呀，有啊。有啊。啊，这500块，哎呀！啊，你规地无人来啊吼！啊，你规只个人买，我买了袂好。哎，我这下巴那么直接切，从来那下巴是这样。这顿起你搞用真嘞，好啊，用吹啊，用烘的用真嘞，完全拢无饲，哦，完全拢无饲，无久无饲好个。地拢千八，碳烤顶干即地烘起来不止200块啦，少食起即半拢来，要开始青菜800-700-600块啦，来300了，即单拢来300块啦，总共8个客人无啊嘞，你拢这大地嘞，你有人来200块，果然那下巴啦，你啊鱼啊下巴就对个啦，鱼啊下巴你免问个啥物鱼，变了变了，进来啦，100了啦，够啦，够啦，够啦，哎呀，100了。跟我们那个半年一千，五百，先买五百，我回去了。放后面，
一份放后壁来哦。我来一份放后壁来，只阿姨。阿表要加哦，我阿表一个来咧，阿表两个好咧，再来三只。来，我发过。我先要回去的，拢有啊吼，花枝，花枝，拢有啊吼，好嘞。来，要蚵仔嘞，蚵仔够买济吼嘞。金龙你要什么？蚵仔买两包200块啦，好嘞。过来，我食蚵仔买两包200块。好嘞，好嘞。还佫先要蚵仔200块。还过来要蚵仔买200块。200-200块鹅啊！好，后面一个嘞。来，皮蛋，皮蛋是卖的吗？花枝哦，不是。还有啊，看你，才卖过没有？我还有，我来买100块，来100块。飙高音是黄明志的歌啊。好了，100块了，我来那边。这边。好，那边来，那边一个来。谢谢。过来，来过来，100块。日本的300了，现在香芋300。韩国的我觉得比较差一点。这宝具300块，我要买。哎，香芋阁下来300块了，300。香芋这大堆300块，我要买。香芋没有，现在台湾的进口科都是越南科。300块，我要买。300块价钱。口感有差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我喜欢东西的。我喜欢东石现剥的哦，真的很赞。那种东石现剥一斤100块，没有带水的那个哦，超好吃。那个我带回家就直接扔拿来煎一煎。也不需要什么高丽菜，有的没有，没有青菜也不用，直接蛋加鹅啊等等的都要。哦，棒！买2份，来个人不吃香芋不？香芋无人爱的哟。好，1份来了，再过来。好不好？不辣鱼，不辣鱼哦，上碗条。像鹿港那边就是珍珠鹅啊，做细条呗。鹿港的叫珍珠鹅啊，做细条呗。
什么东西啦？好了好了，自己下来了。来，无啊，无人来啊，香鱼啊。好，前面一个来，快点来。哦，这大只，你来看看。啊，香鱼，够有人来无？边个一个？这么近又那么远的小鱼找我，还过来要吃香鱼的不？香鱼搁下来。好啊。小弟弟吃得好的冰小鱼。哇。我来无人来啊吼，好无人传过来，来安尼来，我这鱼啊个袂济，这鱼啊同款活的吼，伊这哦，来个只死鱼哦，我来用冰水个，保持伊的鲜度啦。你等于同款你用钱的煮汤煮面，这早餐店的锅烧意面内底拢有这种鱼啊，后底上来我少食面啦，你要开500招400来，安尼来较大堆哦来个，300。有人还无300块，你来起啊！来，偷一只咧。这大鸡300块，那甲规土块的鸡，规土块拢起啊！你啊，捡袂了。来，这起啊，300块，今年多嘞。我觉得台湾的海域真的要划分禁止的海域。鱼啊，鱼啊，今麦禁止。这种台湾的哦，这是进口的。所以因为禁止，那才会永续有海鲜可以吃嘛。毕竟我们虽然是一个海洋国家，也是一个海鲜国家，但是总得要永续发展，所以还是要划分禁止区会比较好。飞到可以捕的是禁止捕的，有空去小琉球挑战摸绿蜥龟啊，摸一个30万。这两个像啊，来，还挂钓的，来，还有人没有买到虾子的吗？好，前面一个来，给你了。还有300块给我了，我就能也要了，好了。好。对啊，去摸一下绿蜥龟，摸一下被抓到30万，罚30万。我哪一只够啊？对吧？来，你最后一箱好啊。海巡的都会，海巡都会在岸边用百倍望远镜拍哦，都会相机接镜头在拍哦。啊，还有谁没有拿到的？还有人没有拿到的吗？前面一个呀，你快来接过来。快点把钱要的。今日海也免钱就对啊，拢无白干。我咧看上看遐侪鱼仔，看伊惊无？哎，啊头前搁一日啦。伊遐全部留倒来吃阿椒。今日遐哪边钱乌白开？阿白够真济，乖搁五箱啦。啊，迄蓝钻的嘛搁五箱。啊，蓝麦无。
一共给你虾仔啊，菜炒50来。蓝钻的贵五百而已。啊，这个三包的人来无？300块啦，无啊吼，好来。来，陶晶姐找人吧，哦，好。来五百加一个，来，阿冠决胜，开几杯啊？那杯？什么？几杯？几杯？那杯？哎，这四杯五百，这有一杯四杯拢我了，我阿公来咯。来袋子来。保利龙翔煮起来的右边三层糕。那我坐这个，我们这大姐这个是阿妹坐好了。这蓝钻虾了吼，这等于同款了，这用晒啦，这用晒啦。啊，你较细只，我话伊讲许用钱较好食。来来来，来五百块。蓝钻虾。哎。来，这个有人来不？这蓝钻虾呢？啊，工人上来啊，个造型。工人，啊来蓝钻虾你卖，你搞造型。来来来，蓝钻虾我来。我迄个迄，你以为你看直播无？你来讲捡一粒鲍鱼啊，然后你买来一个鲍鱼，好，你买来就鲍鱼那个，哎，买最多的那个叫什么？跟他讲一下，他一只，你有一颗鲍鱼，烙高底啊，下个礼拜补给你。蓝钻虾老几分哦？好，蓝钻虾老几分？还够下来啊？还有人要吗？500块，我把蓝钻虾，哦，无人来啊！哦，来，啊，这小琉球绿蜥龟，有时候有几只蛮皮的。你明明知道你不能碰它，它还会故意游过来撞。哎。哎，一分尔，等下。好好好，没事啊。来，老板在一金龙，你大概几点到？谁？我看够不够，够帮你。好，今这个要两分。哎，买两分嘞。我这伊要买两分。啊，还有。走呀！好，走呀，走呀。我等来啊。等下呀！哎，你们上个月去，要走倒来。